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乐华夜市，是位于新北市永和区的夜市。那我们看一下有哪些东西吧。Let's go。从顶溪站走过来，10分钟就可以到乐华夜市了。现在目前时间是5:30，然后21度，非常的舒服，不太冷。今天是1月2号，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这个夜市除了美食以外，还有卖一些衣服跟一些生活用品。好，这一摊呢是糖葫芦，有各种水果的糖葫芦。再来就是汤品，然后还有刷冰。这边夜市中间有机车会跑跑，需要小心哦。甘蔗汁1瓶100元，是狗狗的衣服，就是打扮中的大人小孩都很喜欢。这一摊是套圈圈，1次100元。好，再来的话，这一区又是很多美食的摊贩。好，这边的话就是分开两个岔路。好，这是果汁专卖店。40元，3个100。好，这是芭乐店，有红芭乐跟白色的芭乐。好，这是麻辣臭豆腐。冬针鸭梨，用中药跟酱料不用等哦，煮过然后再拿去炸。这是台湾传统的晚餐。这也太大了，比我的手还大。鸽蛋烧。蒙古烤肉，鸭肉汤，烤玉米1只70元。过年快到了，大家都会买糖果放在家里或公司。好，再来大汉草原，小笼包的店。好，以上是乐华夜市的报道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记得按赞订阅哦，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